Hello 导致菠萝欢乐游戏的视频。2020年就要过去了，所以剩着最后几天啊，我想来聊聊这一年中我认为最有创意的运动全景相机 Insta360R。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它的模块化设计。它用一个能够拍摄 5.7K 360度全景视频的全景模块，一个在运动相机中比较常见的 2.3 寸 4K 广角模块，一个 4K 模块的升级版，可以拍摄 5.3K 平面视频的一寸徕卡广角模块。除此之外呢，它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无人机全景模块。也就是说，你只要通过更换它的镜头模块，就可以将它变成三种用法完全不同的相机。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其中的全景跟一寸模块上。这个双模块套装啊，我上次看的时候是4138元，不太确定现在价格有没有变化。OK， 先说说全景吧。在全景模式下呢，这款 Insta360R 的镜头光圈为 f2.0， 焦距为等效7.2毫米。它支持包括在 5.7K 分辨率下最高30帧、4K 50帧以及 3K 100帧的全景视频拍摄。所以无论你需要的是高分辨率还是慢放升华，它都可以做到。画质方面呢，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5.7K 的全景素材在铺盖导出成 1080p 以后，最高可以选择 75Mbps 的码率，效果非常不错。尤其是它的动态范围，即使在不开启 HDR 模式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将画面亮部跟暗部细节捕捉到，过渡非常自然。在防抖方面，通过机身内置的6轴陀螺仪搭配官方手机 APP 的后期处理，即使在高速滑雪的场景下依旧看不出任何抖动。说到这个手机 APP， 我必须夸一下，我之所以等到现在啊才入手这种全景相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以前认为编辑全景视频实在是太复杂了。你想想啊，正因为它的画面是360度全视角覆盖，那也就意味着在剪辑时你的编辑得精确到在什么时间点让你的画面朝向什么方向。而当我开始使用 Insta360 的手机 APP 后啊，我发现我一直以来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各种 AI 画面处理以及模板的加入， Insta360 让剪辑全景视频变成一件学习成本超低近乎傻瓜的事。比如说像我们刚刚那段滑雪画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关键帧，然后让手机 APP 来进行人物识别，自动将所有的画面都定位在视频中人物的身上，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而如果你想在画面中添加一些其他角度的话，也只需要加入一个关键帧并更改你需要的角度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 APP 还内置了非常多的拍摄教程，比如子弹时间、移动延时、小行星跳跃、闪电侠特效等等。每一个教程的学习时间在2到5分钟左右，并且当你按照教程素材拍摄之后啊，只需要点击应用模板， APP 就会自动为你添加各种各样的特效，极其方便。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些我通过 AI 模板一键制作出来的片段，比如这个子弹时间有一种让时间停滞住的感觉，如果不看这个教程的话，我可能根本想不出来是怎么做到的。另外一个闪电侠特效也非常有意思，如果让我用普通的相机来拍摄，再通过 Premiere Pro 来制作的话，可能从前期到后期啊，至少要花费1到2个小时来调试，而使用 Insta 的模板加全景镜头则5分钟搞定。同样呢，还有像这样的分身特效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啊，因为时长原因我就不一一为大家展示了。哦对了，如果你不喜欢用手机处理视频， Windows 以及 Mac 上也有 Insta 的剪辑软件，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手机 APP 是最方便的。另外关于全景镜头我很喜欢一点呢，就是它完全改变并简化了我正常的拍摄流程，因为它是时刻都可以360度捕捉到全部角度的画面的，所以在前期我根本不需要专门的将镜头指向某个方向，一切都可以在后期中完成。这点在拍摄运动视频时简直不要更好用啊，因为我可以把脑力的中心集中在运动上，而不需要担心我有没有拍摄到想要的画面。得益于这一点呢，我尝试了一下拿 OneR 来模仿穿越机，在家里拍摄了一段这样的视频。由于家里的光线较暗，所以整体的画质呢，相比起在室外阳光充足的情况下稍微弱了一点。但是你别说，还真有点无人机的感觉，如果我没有接触过全景相机，可能还真的会被唬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视频中有一些很短的镜头是可以看出一些扭曲的，这是因为全景画面实际上是通过2颗超广角镜头来合成的画面，所以在镜头缝合处偶尔还是会出现一点变形。但是我必须说明啊，这一点在实际拍摄中只有当你的画面刚好对着机器的顶部或者底部才会出现，实际影响其实很小的。除此之外，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刚刚我所有用到的素材中你都看不到自拍杆的存在。哎，没错，这个是全景镜头的另一个特性，自拍杆消除。但你的自拍杆跟相机垂直时，它基本会处于镜头下方缝合处的这个盲点，再加上机内一点点自动的后期处理，就完全看不到了。这时如果你在拍摄时表现的稍微自然一点，假装手里没有东西，甚至看上去像是有一台无人机在时刻跟拍你。续航方面，官方的数据是在 5.7K 30帧下能够拍摄
70分钟，而在我的实际测试中呢，在零下10度左右，确实可以拍摄50到60分钟的素材。而且如果你实在担心续航的话 ，Insta 官方有一款双倍电量的加大版替换电池，可以试试那个。这部分的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收音。现在所听到的音频就是我使用万R的内置麦克风所录制的，在室内场景下，这款万R的收音还算清晰，但是到了室外的话，它的内置双麦克风阵列对人声以外背景噪音的过滤其实不是那么的理想。除此之外，这款万R是可以直接连接 AirPods 来进行收音的，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听到的这段，这对于一些需要戴着头盔来进行的运动，比如说骑车就非常有用了，因为 AirPods 可以直接戴在头盔里面嘛。同时万R是支持语音控制的，所以当你将它固定在比如头顶这种视线以外的位置时，可以通过语音来开始或者结束录制，就不需要伸手去勾它的按钮了。但除此之外呢， AirPods 收的音呢其实音质也很一般，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收音效果，还是推荐你们使用 Type-C 转 3.5 毫米转接器，另外搭配一个专门的麦克风。这里我想吐槽一点，为什么所有的运动相机厂商都不给相机内置一个 3.5 毫米的接口呢，非得让我们去单独再买一个 Type-C 的软接口，希望能在下一款产品中看到这个功能吧。那么这时你可能会问啊，既然想拍摄全景视频，我为什么不购买 Insta 350 10月份刚刚推出的新品续航更久的 1X2 呢？哎，就像之前所说的，因为这款 1R 可以一机双用甚至三用，通过更换镜头变成一款较高画质的运动或者 Vlog 相机。这期视频开头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小片段就是使用这颗一寸模块的镜头所拍摄的，在这个模式下，它的光圈为 f3.2， 像素为1900万，等效焦距14.4毫米，视频码率则最高可以达到 100Mbps。 怎么样，作为一款体积这么迷你的运动相机，它的画质还不错吧。那么我们就来聊聊这颗我之前特别期待的一寸镜头。为什么说特别期待呢？因为除了这款万R以及索尼于19年推出的 RX0M2 以外的大部分运动相机，像大疆的 Osmo Action 以及所有的 GoPro 产品，包括前两个月刚出的 GoPro 9，都在使用2.3:1寸底。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来看出啊，这两个底在大小上的差距。更大的传感器不仅能够在不降低画面质量的情况下将视频的分辨率从 4K 提升到 5.3K， 还能够带来更大的通光量，也就意味着更好的低光画面。之前我在使用 Osmo Action 或者 GoPro 产品时一直不太舒服的一个点，就是每每当天色稍微暗下来，他们拍摄出来的画面不是糊成一团就是满满的噪点。这里我也拿我手头有的三台机器做了一个简单的低光画质对比，来直观的让大家感受不同大小传感器所带来的区别。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水泥地， Insta 350 1R 是这三款中唯一一个可以在低光下清楚拍摄出水泥地纹理的相机。除了低光场景以外，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一寸底的万R也还是能够捕捉到更多的画面细节，尤其是在后期时，一些原本漆黑一片的角落，通过拉高暗部竟然是保留了不少内容的。这里我必须说明一点啊，在刚刚的对比中呢，我使用的是 GoPro 8，至于 GoPro 9，因为我手头目前没有机器，所以无法一起进行测试。但是像我之前所说的，9依旧是使用2.3:1寸的传感器，所以在低光场景下拍摄视频，应该不会跟8或者 Osmo 有太大的差别。顺便提一下，在零下10度左右的户外， GoPro 8有时候会出现无法开机的情况，而其他两款参与测试的相机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聊一聊使用 Insta 350 1R 跟 Osmo Action 或者 GoPro 这类相机在剪辑流程上的区别。跟其他相机是先选择防抖、拍摄比例等参数再进行拍摄，然后直接可以将片段从存储卡导出不同。1R 提供了两种拍摄模式，基础模式跟专业模式。在基础模式下， 1R 会提供一些基本的防抖功能，跟其他运动相机一样可以直接导出并使用素材，但是你的分辨率最高只能选择 4K， 帧数在这个分辨率下最高只能是25，但即使在 2.7K 或者 1080p 下也只能是最高30帧。而在专业模式下，你最高可以选择 5K30帧、 4K2.7K60帧以及 1080p120帧。这时万R会在前期全部以微加防抖加超广角模式来拍摄，然后当你连接手机、电脑上的 Insta 软件或者使用官方所提供的 PR Final Cut 插件时，再在里面应用防抖效果以及修改视角。它的好处就是前期非常自由，不需要担心自己选错参数变成废片，因为防抖、视角这些参数是随时可以在后期修改添加的。但是缺点就是呢，在你的剪辑流程上多了这么一步添加防抖跟选择视角的操作。至于这个特性对你来说是优点还是累赘，就要看你是更在意前期的自由度还是后期的速度。 OK， 老规矩啊，该说说缺点了。除了之前所提到的麦克风音质一般以外，我发现这款一寸的徕卡镜头，它最小的对焦距离是90厘米左右，所以当你在拍摄自己时啊，必须使用自拍杆或者把胳膊伸直，否则很容易因为离得太近导致自己的脸处于焦外。防水方面，因为这款 Insta 350 1R 使用了模块化设计，所以想要在水中使用的话，是必须套上随机附送的这个兔笼，将缝隙最大化的挤压才可以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5米
米的防水性能，再往下就得使用官方的防水壳了。而其他非模块化的运动相机都是支持10米左右防水的。那么最后我们再说购买建议，如果你想要一台什么都能干的相机，那么 Insta360VR 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可以通过更换镜头从普通相机变为全景相机甚至无人机全景相机的产品。我会推荐你购买跟我一样的 4K 或者一寸镜头以及全景镜头的双模块版本。那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台普通平面相机，并且想要较好的低光拍摄效果以及更多细节的话，我也是推荐你入手这款 VR 的一寸徕卡镜头版的。但是如果在拍摄平面视频的同时，相较于画面细节你更在乎机内麦克风植入音频的音质的话，那么可能 GoPro 8或者9更符合你的需求，而且屏幕更大，是不是？那么如果你主要是用来拍摄全景视频，不是特别在乎单镜头画质的话，可以看看在全景拍摄上跟 VR 相近但续航更久防水性也更好的全景相机 Insta360 ONE X2。 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